真香啊！我在打麻将的时候，他妈的个逼，我还跟你搞伺候。我想起这个，我觉得脑壳有点疼。应该不是这里。但是我也没留意他去玩那个捕鱼去了。我日。那这个就好比了，我操！那机器，那个机器，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钱花的是怎么出的。我也是，我操，这个人是个坑了。他在设备上认识的人。三万的一个搞了一点钱，三万的还好不多。妈的，借我的钱我欠了两个月了。欠多少钱？1000，欠了两个月才还给我。老板这么有钱呢？借钱呢？全部财产我都可以借给你，一毛钱。
工资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，明天还出一些哦。